那我那里太忙，你过来，背起重的很没啊。事的，哎呀，我放了啊，等会儿你上来，我冲一下就是了。行，得很重的，你力气大嘛，你过来背嘛。我们这儿停了过多些水了，然后这个他背上去扛那个水缸，那个水缸已经很长时间没洗了，我们今天就想去给他洗一下。妈妈不排班的，帮你先来挤一挤，妈妈去帮爸爸忙，好不好？好嘛，赶紧冲一下，我来给你抬一下。放了，马上弄了，我不好整的。你这两瓶往哪儿整的？我早就是该上垃圾来了，垃圾来放在后阳，我没得时间整的，就是那整地嘛。放了。阿牛。哎呦，知道。没有。哎呀，这个娃日白得很嘛。我一路了，就是边上都路了好几块了。那我们就低调。恼火了，我喊了，我不服儿。那我们就顺着这楼梯到手上去，还可以。慢点哈，不要放哈。好。我没拿蚊子去。放嘛，这是。没问题的，你们站旁边。在你手上的。站旁边，站两边。你先走开嘛，你先走开。哎呀，放了，可以了。那娃儿力气是大的，我们两个当人家一个。喊起你不要上来，不得上来。哎呀，这个水缸修起弄去，我还没上来看到过。那你也看哈嘛。哎呀，主要目的是帮你忙。我晓得，哎呀，这边的灶就烂了。别的，叫啥子重东西把它打烂了，都感觉。这个水缸接来的水要蒸一会儿，蒸了以后放在那个水台头，跟我们用的是水台头的水。泥沙多很。那水蒸了，那地方肯定多少都有点泥沙噻。洗的了。冻昏了以后，我放水了。马罐水。又在喊妈。没饭的，我们两个在这个的。他们喝酒现在我也喜欢喝一下。来看老奸巨猾。那老奸巨猾的我还说我要偷懒。哎呀，你这种朋友也是。我心凉的。这个干净了。嗯。昨天今晚上吃了好久。面我都喝发去了，锅盖面。锅盖面。哎呦。你还凶啊，整得了？啥子东西不是学的嘛？那你还要再扫咱下次噻，下个整洁我再扫干净，把娃娃洗干净就来了。来，不是我帮着你整啊，你还整多一些？没事的，你下去就是。那我先去了。哎，先把勺子抽出来的。把它干不？不要搞，不要搞水。你洗手手啊。洗手。好了，等一下就煮去。太薄了，像豆腐皮了。好酸啊！有红光有香。你还吃了不？还有说好吃，那水缸就空去了。嗯啊。哎呀，给我锅碗的我也要洗，我后面有洗衣服。宝宝你也吃吗？覆盖面是叫。